这玩意儿怎么卖？5块钱3根。啊？5块钱3根，2块钱1根。能不能便宜点？给我来2根。来3根5块钱多好。这俩人吃怎么？八斤两根多少钱？2根多钱？3根。还有2根。2块钱一根，你买5块钱不就加了一根3根？糖多少钱？好甜。行，来3根吧。大的呢？大的1块。能不能给我剁不剁吧，还是咋的？好的1.5块。什么样都有，那好的呢？这玩意儿煎不好煎。能不能给我剁一下子？我怎么拿？等一会儿。好，等一会儿先拿。好，先拿。你自己随便，你看看哪个顺。过来，没有事儿，有的是。等会儿啊，那个拿过来，他拿个煎吃的，不脆了啊。完了，多少钱？这也是，光1块钱。哎，我来，你顺手啊，你顺，你顺那么的，别挂着瘾。2块钱，行不行？顺天，痛点，3根啊。他不是说我们农村那样的，有点稍微土一点。一个一户了？不用，你多稍微长一点就行。4块多钱？哎，2个就行。四块2块的。那么那1.5块，你那给上面那个1.5块。砸了。2块钱一根，5块钱给3根。3根。对，3根。2根。这东西都2块钱一根了。中国移动重磅推出无印免费体验活动，不换卡，刷卡不刷套餐，免费登机升级，即可免费。在咱家里边一元一元的，不是在咱小时候家里一元一元的呀。啊，现在也少了。现在没有。对，挺好。拿捏这个种就没带你，就拿捏都溜了。你给我弄个什么小绳，给我勒一下子，我没法拿。这玩意儿还绳不好使，这玩意儿。行，能给我绑住就行。绳它地方卡的。先买2根，结果被大姨给我说的花了5块钱。这东西主要吃的是一个那个回忆哈，满满的回忆。我不知道你们管这个叫什么，我们这呢叫甜杆，也叫高粱甜，就是吃起来特别甜。它的吃法跟那个甘蔗是一样的哈，扒皮。吃里边这个水分，小时候基本上家家都种，很甜。我个人感觉它比那个甘蔗还要甜。